猴哥，一头就搞这儿了，死了。嗯，彪哥一，这一把怎么说？彪哥一，可以能不能聊？能不能聊？我可以。彪哥一，这把情绪。孙悟空能不能聊？孙悟空不能聊，谁也别碰我，谁碰我这次。能不能聊？孙悟空能不能聊？算了算了算了，我谁也别碰我，谁也别碰我，我把把被捅刀，我不能死。能不能再信你？你是不是又要骗我？小文算了算了。不可能，能不能我跟秀才走了，我跟秀才死了是我的，我跟小文走，我跟小文走啊，我跟小文走。OK， 三三跟小文 ，OK。完了，我这没人了，我这没人了，我这没人了。OK， 完了完了完了，没人了没人了。说什么？你大点声啊！哎呀！哇，刁德一，你太吓人了，什么意思？怎么又嘎了四个呀？怎么猴哥又没了？我想想。啊，刁德一面刀的秀才，我在那边问呢，我说秀才你是什么，秀才你是什么，他说啊，你说大点我听不清，然后刁德一嘴里喊着铜珠，铜珠上来就把秀才砍了。哎呀不行，我必投刁德一，他这个面刀我还整个哥，这还没办法，还没办法跑。我在这个实验室这里是那个叫什么那个雕像这里，然后刚在待一会儿，然后我刚走到实验室，就是还没刚踏进这个门口，然后同桌就报警了，然后同桌说刁德一面刀，那有可能就是刁德一面刀了，我们听他怎么说啊。过刁德一发言，同珠打我面刀，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对吧？直接挂票了。好，全部弃票啊。前置轰轰弃票过。那我就投刁德一了。刁德一敢弃票，就证明三郎还在场，他在赌鹈鹕在不在，对不对？那我就挂刁德一票啊，过。全票打飞这个刁德一啊，还仗我跟轰轰。有的好脏的了，那么反而就是小温和大萌上来叫他对身份，他不对，上来叫他对身份他不对，是我谈性说是没得了，就只有鹈鹕，你只能出去了，要不你就输了。鹈鹕为什么没出去啊？狼，鹈鹕吃狼，现在茄哥的演技简直一流啊。啊，茄哥最近的逻辑也非常牛哦。哎呀，这个豆瓣评分最起码得给个9.8以上。妈出啊，这三郎已经飘了，开始。下回一定不去实验室了。我靠，刁德一在同桌的脸上刀我哟！啊，给他提醒，我这么看的。刁德一，茄哥，秋可爱，我茄哥现在简直影帝级别的呀！你好会演啊，茄哥。哎呦，为什么没出去啊？豆瓣评分最起码得9.8呀！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没出去，为什么没有投出去啊？丢的耶！喊的好大声啊！对，情绪很到位，大声说是。哎呦，好像啊，哇 ！OK， 可开，可开。我不去了，我肯定不去了。为什么呀？为什么？我肯定不去。有人吗？喂，有人是吧？好 ，OK。哎呀，猴哥你在干什么？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你在干嘛？神了！你对着柜子干嘛？你指认雕？我谁也不认，
我谁也没没好人，没好人，完了完了完了，包包要撕我了！你干狼！哎，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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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鹈鹕吃一个，在外吃。全哥一个人吃，还一个人在外吃。猴哥呢？包包，咱俩走吧。有人能护？耶！我操！我大胆，会喜欢你！我过，我过，我爆！能不能信？能不能信？王大毛能不能信？跟我走，王大毛能不能信？能不能信？我就问你能不能信？过。什么什么啊？啥？你们到了加拿大了？铁哥轰轰双狼？什么？什么？王大毛能不能信？还是说真心换真心？投铁哥，我有点懵。我能保刁德一修牌。好，还有同珠都在四千范围内的啊，挂。哎呀。第一轮没死，可以。小泰哥 ，OK， 出切哥，啊，他没看没听聊爆了吗？他的应该是跟人对身份自己回来了，然后我就听见王大毛说：“哎，切哥自己回来了，快去看看，快去看看。”然后就报警了嘛，这掉王大毛死了，然后切哥不自爆了吗？出切哥吧，过了。是的，已经聊爆了，过。出切哥，出！切哥到加拿大是吧？那包包也是狼，双狼，要么就鹈鹕，他是鹈鹕，他不能这么玩。为什么我说包包是狼？首先，他第一点，他是单走，你知道吧？他是单走，他不是加拿大。第二点，为什么切哥敢在那个地牢那位置刀人？因为他旁边有队友，刚才就有一个粉色戴小皇冠的，穿个小裙子呢，你知道吧？那包包第二匹狼。那茄哥出完出包包啊，过。对，我刚想说，包包也在旁边。OK， 先投茄哥。我不在，你们看错了，朱大强在旁边。嗯嗯。啊，报身份，报身份，报身份。报身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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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你先报，你交点牌。哎，先报，交点牌。可以，先等会儿。交点牌，交点牌，先报。等会儿。交点牌。我是殡仪员，我是殡仪员。你殡不了一点，你殡仪员。你说什么你都编不了一点。走，猴哥，我工程师猴哥。啊，行。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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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开饭？我工程，我是工程，可以可以不开饭，可以不开饭，可以不开饭。血的血的什么身份？血的什么身份？大包包，大包包，我是警长，我警长，是殡仪员，我是殡仪员。OK OK， 大包包，大包包，大包包。OK OK， 好的，同桌小温完了，同桌小温，同桌小温，完了，哥这赢了，他再不来，我们去，哥这赢了，可开饭，可开饭。刁德一啥身份？刁德一什么身份？开饭。通灵者。秀才这么的，走，我跟你走，我走前面，你走后边，来，我们俩走。摁一下，现在多少杠多少啊？刁德一，现在多少杠多少啊？死人没死人没。好的。嗯。我是拍的警啊，因为我是一路摁的那个摁键的啊。跟我重叠的是谁呀？刁德一应该是站在最后的，因为他在后面一直说没死人，没死人，没死人，我都快走到这个走道的中间了。刁德一是好人角儿，包包怎么死了？包包被轰轰吃了。小温和刁德一在我这里肯定是个好人，包包被轰轰吃了。我们一直在实验室上方的投一个摇铃，再投一个，就得。我只能觉得朱大强和轰轰里面可以开啊，过。刁的一发言，已知茄子为刺客狼刀到了王大谋这个加拿大，然后进去的时候我在一直按技能三杠十二，一直没死人。当我在说完没死人往前再走几步的时候，进来发现死这么多，那么也就是说你秀才这个警长身份可能我要怀疑一下了。他们会不会是首先包包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吧？他死了，悟空死了，同珠死了，死三个，说明什么？我们又在一块儿，那不就警长护刀吗？轰轰不在，对吧？轰轰当时是不在我们场的，对吧？那一定是先出轰轰啊，其他不用管。秀才这张牌可以先不用管他，一定是出轰轰。修可爱抱得紧，我看到的鸡腿。那么已知珊珊为加拿大，他就一定不是到加拿大，对吧？修开提好，修开你身份也不没报啊，轰轰你报身份，你报身份，你报身份，我是通灵者过。
轰轰发言，轰轰观鸟者，我不建议你这回合出我，你出我的话就是很难，你知道吗？这回合我们得打的苏大强，因为我的身份进去可以自证。出我，如果场上还有一狼，比如说像秀才哥的警长是假的，如果他是狼，苏大强提壶，这把直接记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所以这把我归票苏大强，好吧？我是观鸟者，进去可以自证，身份非常的硬，一般没什么人敢跳过。我跟踪了，当时好像是我们都在吧，然后好像轰轰是不在的，当时基本都在，然后轰轰不在，好像是这样吧。然后修凯拍的这投的谁呀？自动爆的吗？轰轰应该是。我听秀才哥归票，我感觉他警长，我觉得他警长还是能做死的吧。不过他刚刚没有去刀人，他们那应该是警长双倒了，那他就不做死。对，没错，清清爽爽掉的一 ，OK。我先，你已经挂票，我先投轰轰啊，我不分票挂。你先别投啊，我先跟你排个逻辑啊。首先，修可爱报警牌，我们是在一起走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头出了一个专业杀手。刁德一说自己是通灵，他一直说没死人，那铜珠倒了，包包倒了，当时我们要踩包包的是什么？踩包包是狼啊，对不对？然后我们一群人是在一起的，那我们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包包是什么时候死的呀？对不对？你要盘这个呀。刁德一在我们的队伍里一直说什么？没死人，没死人，没死人，对吧？然后他跟在我们的大部队里头，然后铜珠倒了，然后抱的是猴哥的尸体，对不对？警长在人群里怼人，然后双倒嘛，这是什么逻辑啊？他只能在外头怼人，怼双倒吧，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要去怼外边的人呢？那外面的人一定为狼。谢谢治愈的太晶飞尖，因为现在能去单走的只有一张牌，就是加拿大鹅，但是加拿大鹅是王大谋，对不对？所以说猴哥和铜珠是在队伍里倒牌的，然后包包是在这个外面倒牌的，对意思不对呀？所以说那在我这儿只有什么牌？一个提壶，一个狼啊。刚才抱上这个井的是修可爱，这是一个专业杀手的尸体，对吧？然后呢还有一个人是提壶，他吃了一个人，吃的谁呀？吃的铜珠，对吧？那你说我这个警场还能是假的吗？一点都假不了，真金坏白银，是不是？所以说我这个要出刁德一的，因为刁德一他在我这儿发言不是很好，因为他一直说没死人没死人，我觉得包包都已经死了很久了呀，因为在我这包包是狼牌啊，我一直是想刀包包的，当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说要出那个，我说出去我肯定是要刀包包的，我当时是这么想的。那我不知道你刁德一为什么还能怀疑到我呀。然后轰轰如果我能认好的话，他去踩了朱大强，那朱大强是有问题的，修可爱抱尸体，对不对？那在我这儿就是朱大强刁德一哦，就这两个了。那如果要说你们铁刃刁德一的话，那你们出朱大强也不能归到我身上啊，对不对？我是警长啊，对吧？那如果你们要出，你们出朱大强啊。如果要说刁德一这个通灵你们认得下，那就我们就是先出朱大强，反正别出我，我是警长啊，就这么跟你们聊过了。你麦灯亮了，大强。你灯都亮过啊。游戏结束。铁出轰轰的局你还硬能败到朱大强身上。我可以进去关你的鸟的，刁德一，你哎呀。你要关谁的鸟？哎，秀才不知道吞进肚子里的没有灵魂，就是哎，怎么了？怎么说？秀才啊，要不代替？可以啊，朱大强，朱大强，你们我操！我跟你说，我没看着，我不知道你们是拍的尸体还是踩的尸体，尸体看得清清楚楚啊！我脸上全是人呐，刁德一呀！哎，
就算哎，不是，就算没看到尸体，你肯定把这个铁提壶轰轰给他出了。他一个人不在，外面是三个，他不图他呀。吞人是没有魂的，所以通灵是看不到魂的，只有他烧了通灵才能看到。哦，明白了。对，因为你当时一直说没死人，因为你当时一直说没死人，我就怀疑你，你还闷了我一脚啊。OK， 我问一下，而且我再怎么讲，么啊、我都要出轰轰的，对吧？我再认你为狼，我怕出轰轰的，这个不用想的呀。哦、那我是无所谓的，我是反正朱大强、朱大强和你，你是官僚吗？因为你不可，我都说不可能，我都没有，你看我都没有票子是有好快，还果然高不复，高不复。我这把我肯定死不了，我这把我是不可能死。猴哥你怎么哼啊啊去年我学会了看吃了什么啊喝了口哼打开我的小本Hello猴哥我看到你了轰轰发言轰轰这个鸡腿朱大强的鸡腿在书房的左边门口啊，书房左边门口是看得见的显形鸡腿然后至于为什么出动呢是因为刁德一说茄子很奇怪茄子很奇怪茄子掉头直接跑了然后我想说什么啊敢跑然后我就咯咯咯咯咯过去找然后我随着刁德一的路我来到了书房门口书房门口呢有一个朱大强的鸡腿那也要听一下茄子怎么说刁德一怎么说你们是在哪儿复活的好吧当时我记得在实验室知道字眼我感觉他知道字眼知道我出去了茄哥关一下麦好啊反正当时实验室有很多人好吧你们不要说我到了加拿大鹅我相信场上是有加拿大鹅会挺我的然后你也不要挺那么明显暗暗的就行啊然后问一下啊刁德一和茄子你是怎么说过鸡腿在书房啊我们基本都在那个我想一下啊三三秋海同珠秀才还有补充吗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就在实验室左边同珠秀才我能认然后还有就是三三秀海全都在那我能报的就只有这点信息因为我的视野范围内这几个人都不可能看到这一刀都能保他们都没有时间去刀这个人的那么我们只能说轰轰他是说什么他说茄哥刁德一是吧那有可能他我们有两个逻辑嘛也有可能是刀了加拿大对吧然后也有可能是真的有人他踩的那听茄哥他们怎么聊呗是吧过了我只能报这些信息过了OK， 这是大魔发言。我是出生以后路过茄哥，茄哥一个人往下走的。然后我上来以后，我和包包一起上来。包包也说了，茄哥一个人单走。我和包包也是在场的，我们在那盔甲下面。根据茄哥的那个路线，他是下去了，然后往右边走，然后又走回储物间，好像是这样。到他是从地牢这边上来的。我当时报警前，他从地牢上来回来了已经。然后这个时候，轰轰是不见了，轰轰。报了一个警朱大强的尸体那两种可能嘛，要么就是茄哥在外面游荡一圈刀了个大强回来那他只能是专业杀手他敢刀外之围的人那朱大强有可能是加拿大鹅嘛，这种概率要么就是轰轰他刀了个人在外面然后刀到了加拿大鹅那大强怎么盘他都是让加拿大鹅盘、啊、过无非我怎么就他肯定是张加拿大牌这是怎么聊的我的视角里面就无非就是信不信轰轰是就是报的警还是他刀的加拿大鹅嘛他直接点了一手茄哥但是你咋知道茄哥是专业杀手刀的加拿大鹅这什么发言大某我说实话听下来我其实我感觉轰轰在我这儿就是要比茄哥身份要稍微好一点因为他毕竟报警而且茄哥是一上来他是我是跟他复活在一起他说他要自己走然后他就是顺着那个实验室下面那个通道往右走的我是往左走的然后当时我们就一群人在这儿我就看你们后面再怎么说我是比较偏向投茄哥的过了
在我这儿我是也肯定也想出茄哥的嘛。为什么？你首先茄哥自己不是加拿大，如果他是加拿大他一定会捞轰轰，对不对？那如果他不是加拿大的话，那他说轰轰又去单走说踩刀到加拿大，那茄哥你啥身份自己敢去单走啊，对不对？所以说茄哥怎么聊在我这做不好身份。因为如果要说他是加拿大他应该去保轰轰的，但是他刚才自己发言暴露说你自己单走说肯定，我觉得他自刀自爆那不可能啊，对不对？那你也单走，你不是加拿大，那你没捞他，那你在我这应该就是狼牌了啊。我这一票肯定是挂茄子的，过了。不一定，看看吧，赶紧把话筒交给茄子，我们好看看到底是投轰轰还是投茄子，好吧，过。我只听出来猴哥好人啊，熬过，熬过。刁德一发言，茄子你发言啊。茄子，你刚才没挂麦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他自刀自爆，对吧？这你说的，有可能他就是加拿大的，说了轰轰，然后轰轰是借这个理由把他杀了，然后自己爆的，是应该这个意思。过啊，茄子发言。包包，发言吧。茄哥发言吧，茄子。我加拿大出珊珊，我第一个报身份给他的，我说我单走了，我加拿大，我应该要被拘了啊，我应该要被拘了，不然就留着我下一轮了。我是加拿大，真加拿大，真加拿大，出珊珊，我第一个报身份给他的。他到处说我单走，到处说我单走，因为我上来我遇到他，遇到的是他，到处唱，我操，我都没有离开过那。那你肯定是狼了，这么踩我上来我就报身份给你，我加拿大我单走啊。你不打轰轰你打能打到珊珊？没有，他是加拿大的怎么打轰轰啊？对啊，我怎么打轰轰啊？你刚才还说他自刀自爆。没有，我是你怎么可能会他不是你们哎，珊珊说过没有啊？有没有出现过在你们这里？有没有知道？珊珊说过没有？有没有知道我的？有，是我们看到他过去的，轰轰过去的。有看到他过去是吧？哎，对，是不是说位置还吃人了？怎么有人没了？刁德一吃人了，刁德一吃人了。谁吃人了？你又在瞎说，又在转移视线。好，开麦，开麦，开麦啊！谁被吃了？谁讲的？刀的？包包，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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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包包是专杀，包包是专杀刁德一吃的人，小温是包包队友，乱喊，怎么乱喊的？我看到的就是刁德一面前有一个人的名字消失了，完了警长刀了个谁双倒，包包又把大魔给刀了，我直接汤到了，算了，不分票，全票打飞包包啊，全票打飞包包，倒了一二三四，倒了四张牌，吃一个，警长双倒一个，专杀刀一个。这就是四张牌倒地，好吧？我挂票包包了，我有点搞不明白了。在我看来，刁德一第一回合的发言也不好，明明是你过来喊的，你说茄子反走了，反跑了，然后我才去你走过的路去找鸡腿，我就想钻一手拍到了这个鸡腿，但上把你没怎么聊，在我这里你也拿你张牌我也放不下，但是这回合不是你的轮次，全票打飞包包，专业杀手过。哎呀。过，那我投包包吗？两人过了，凉了。投包包，过。刁德一发言啊，是包包吃的是吧？那包包鹈鹕，他肯定没票嘛。那如果在场如果是两狼的话，小温是微狼对吧？你说是他的队友啊？我不知道、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还有一狼，那狼不就赢了吗？对吧，狼肯定去票啊。然后你这个轰轰啊，你说我吃人你这瞎说啊，你本来这个茄子他说他是加拿大对吧，他这个转移视角打的我不是很懂，然后你这一轮我是提供信息的人啊，茄子的确是单走了吧对吧，你们两个的焦点牌啊，但这一轮肯定是先出包包嘛啊，过了。然后就小问过。肯定投鹈鹕啊，兄弟们，我是狼就剩我一头狼了。你是鹈鹕，那肯定是出刁德一啊，刁德一是鹈鹕啊，他脸上都消失一个人了，你们不出鹈鹕吧？
没事能赢，先把鹈鹕出了，剩两个狼。貂腿一吃了个鹈鹕，吃了个狼啊！啊啊！宝宝是鹈鹕？什么？猴哥，他是专杀我，烫到了鸡腿。他面前警长双刀，你放屁！你放屁！不，你不是好人啊，孙悟空！你不是好人！完了！哇，我那个最后一秒两狼活着，三三不是被骗出去了吗？哦，对，两个狼活着。马老师这波演的，哎呀，我真的闷了，8.5分，我穿了一手盔甲。他脸上全是盔甲，我以为你被刺了。对呀，都说要刀雕的一，哎，我赶紧问你把他屠了，我全责，我全责，我全责。不是呀，旁边有人说包包吃人了，我肯定去刀。没有说是雕的一吃人了呀，雕的一吃人了。小温闪说包包吃人了，我是鹈鹕是吧？他们说的是雕的一吃人，我报警了。那雕的一吃没吃人吗？你们说没吃？没有吃啊，没有。但是他们说的不就对了吗？对呀，你不能听他们。确实，他。有人说他包包吃人，我是经常也是包包啊，都谁了？是标的意思了。高富，我是经常，我是。哥几千摸了我一下，什么小哥几？朱大强、王大谋、茄子，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哎呀，活不了了！哎呀，一把也活不了啊！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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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一把也活不了。对个身份？为什么？为什么要找我对身份？把朱大强吃了，把朱大强吃了，吃！哎，我跟朱大强走了，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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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的！把朱大强吃了，把朱大强吃了。别，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敢这么动手啊？啊？嗯？奇了怪了呀！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看到的所有东西，然后我就不讲逻辑了啊，我是想不明白的。刁德一跟茄子哥两个人进去对身份，对身份的时候，修可爱和童珠来到了这个地牢的门口。我说你们别刀我，你们敢刀我，等会儿我就让刁德一和茄哥出来拍警，对吧？然后刁德一跟茄哥上来之后，刚出这个地牢右边门，刁德一、修可爱两个人里面开一个专业杀手。我说实话，面相比较大的人啊，是属于刁德一，因为当时刁德一跟我是重叠在一块的，反正狼。这个专杀狼只能在这两个人中间，好吧，同桌是在我左手边的，但是我很好奇这个专杀为什么敢在这种情况下动手。我们四张牌在，五张牌加茄哥，五张牌在，为什么是专杀敢动手，我搞不懂。我是汤到了鸡腿直接自动报警，好吧。你们除非是工程师，这是真活不下去。好好听一下，包括猴哥倒牌在外面，你们要聊一下，好吧，过。哦，同桌修海雕的一轰轰自动报这个警，那轰轰一定为好。我们是三三、王大谋、秀才、朱大强四个人啊、都我能保释保证四个人，因为在拍警前01秒，然后我们就有视野的。包包是个外置位，那么就是同桌修凯雕的一包包，对吧？听他们聊嘛，我可以听一首。坏了，不知道包包是啥牌啊？因为胡哥不在我们这人群这儿，我们在实验室呀。听谁归票？我听大强说吧。过。OK， 对大魔发言，是的，我只能保的是三三小温，因为我视角里好像只有他们，我没有看到大强在这个地牢上面这个位置。那听轰轰这样说，他是报警人。嗯，标的一小温。那这轮就听他们怎么说，但是包包归票归不了，我只能信的是三三和小温啊，过。啊，
我感觉这一轮如果你们就是如果想打最稳的出谁啊，出包包啊，我大某小文我们全程在那个盔甲那没动过，对不对？轰轰发言，茄哥、同族、修可爱、雕的一五个人里面混一个专业杀手，也就是说你们都是有视角的。我的视角我还看到了朱大强把秀才哥拉走了，对不对？他俩是推推搡搡就往那个实验室下面右边走了。那猴哥外置位倒了，两种可能吧，一种就是秀才哥大强双狼给猴哥刀了，要不然就是包包是个狼给猴哥刀了啊。我的视角就这样。那我觉得听你们聊一下啊，我觉得比较倾向投包包过了。莫塔又在说蛇皮呀、啊、我开始的时候跟您复活在一起，然后一直在这个实验室这个左边站着，然后在上边的时候，然后好多人，然后我就怕你们说什么这个你说这个图了那个图了的，是不是你三三说的，对不对？然后走到下边的时候，朱大强说很急很急，我说有多急，他就说要给我报个身份，他就要走了。然后那个我跟朱大强刚走到下边的时候，然后碰见了小温，我跟小温说，我说我跟朱大强走了，我死了就是他，他死了就是我。然后小温，我俩都没离开他视线的时候就已经拍景了，也就是说全程没离开你的视线，一半，另一半就是小温，他接下半壶，你接上半壶，也就是说我俩绝对开不了刀，还怎么成双狼啊？笑死了啊！这个要不然出包包，要不然就是听同竹秀凯雕德一怎么好好聊，对不对？我轰轰都已经说了，那个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敢出刀，对不对？所以说在这里头一定是有双狼的。过，我觉得推包包这个外置位来说合理，是因为木工死在哪我的天啊，四二五，我跟秀才走的，王大毛、三三跟小温走的，然后同竹秀凯雕德一轰轰茄子嘛，那死了一个。那如果这五个人里面推不出这个四个人里面推不出一个狼的话，那推包包绝对没有问题啊，是吧？我投包包过。我想想，如果说你们确实啊，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一起走的，你比如说王大毛和修凯一块有没有那个双狼，但是最后我是看到了修凯的，所以说王大毛应该也在不远处。如果说小温、秀才、三三、朱大强确实也都在一块，那可以先投包包，因为猴哥一定是在外置位倒牌的，那只有包包。当时是这样的，我根本形容一下，我说谁下去那个，因为轰轰一上来就在地牢门口站着，他说他在站岗，然后我往左边走，我说谁在对身份，我刚往左边走一点拍紧了，他们右边是四个人重叠在一块，我估计那个时候混刀的，要不然正常情况哪有专杀动手的，对吧？投包包也行吧，因为我确实我也不知道，连轰轰都没看清，我没看清，好吧，我过了。包青天没有发言时间。修凯发言，我是跟同珠站在那个地牢门口，然后轰轰站岗，我下去的意思，我和同珠刚下去走到那个门口，轰轰说的站岗，说跟底下是谁谁谁，然后我们刚走过去，这个时候毛老师跟着那个茄哥一起出来，然后他和我刚走过去和轰轰他们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直接烫到尸体了。我是你个好人啊，不、哦。刁德一发言，轰轰，你说的完全对啊，没有搞错。但是我跟你讲一点啊，不是我刀的，你搞错了。你想我跟茄子去对身份，我刀他，我怎么可能刀？第二，我刀他为什么不在下面刀，我上来再刀？应该是这个修可爱对，但是。先出包包，肯定不是你轰轰，因为我知道钱身份啊。先出包包，没错，过。我出刁德一了，你们全在打我，行，我是通灵者啊，一会儿报身份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穿我的身份，好吧？出我，我就扛推了，再见。不地不地不地，我要写个铲字。刁他，刁他，刁他，大鹏，刁他！我没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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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刁不了他，刁不了谁？一刀刁了一刀，刀刀刁了一刀。哎呀，一起走！哎，同桌，同桌，对，同桌，同。刁刀了，刀刁的一刀刁的一，你怎么还跑出来了呀，三三？我都躲进去了。哎呀，我操！王大谋，我以为你给他吃了，还是给他刀了？我跑的，我进来了，你知道吗？我看上面有狼在追。没有啊，轰轰轰轰都爆了，他们三个人鸣狼，你们为什么？
没说明朗啊，就说他们里头有问题。我吃的猴哥，其实正常情况，没有端他一动手，还点了一个点了一个坏的出来。哎，你们都他都点了两个了，你们还投我，奇怪，奇怪嘞，不够硬，不够硬，切哥，够硬一点，直接。爹，我是加拿大宝贝，你声音怎么这么小啊？我很差一。给我把刀啊！不给我刀，我怎么杀人呢？猴哥，我去单走了，猴哥，再见。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呦！三三，你在干？我走，我跟大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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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茄子，秀开，我跟大魔走啊，我跟大魔走。好好好好好好好。猴哥，你跟我过来一下，猴哥。哎哎哎哎。我其实不是加拿大，我想演一首加拿大，然后骗刺客郎的局，但是我感觉这样不太好啊，骗人不太好，确实。我是观鸟者。好。喂。我是工程师。喂。哎。哎，能听见吗？喂。换身份。听见了，听见了，哎、好换身份。嗯。你要跟我互换身份吗？我跟铜猪走了，我死了就是他。好的。好的。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哪儿去了？王大宝，我还怕你养，我还怕你养我呢。掉到一 ，OK， 反正我跟你一起好吧。OK， 我跟你一起好吧。人太多 ，OK。哎，这太吓人了。包包信息不存，我还是比较信你的。别怕，你们等一下，等一下，不能狼总在这儿刀人吧？是不是？我回一回搁这死，我都死五把了。你是，我这我有什么好说的？怕你那个，轰轰不在了，轰轰不在了，还有谁？还有谁？轰轰茄子，我跟修凯。修凯，你那里边是谁？朱大强，你有没有觉得包包很奇怪？ Okay, 我要是他俩其中有个拉黑，不在了，轰轰轰轰！咱们就站一个，你不觉得包包很奇怪吗？掉的一，掉的一，掉的一，我们什么？你说我们这个离这边近一点，这样的话他们就过不来，过不来了。哎，门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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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米，我操！哎呀，我真服了！上面有人刀啊，双刀！我看这个人死了，毛大毛。我能不能把他刀了？你怎么一个人站在里面不动啊？我是观鸟者呀，他在观鸟。被吃了，是他。我被吃了，不让我动手。哎呀，猴哥，你没看到我被茄哥吃了吗？猴哥，没瞅着啊，没看见啊。狼在你肚子里还怂狼巴狼的，没看见、啊。巨快，哎呦，这把很快。我害怕，因为只有我们俩关在一块了。我大又搁哪呢？向我靠近了一步，我怕了。哎，猴哥，吓我一跳。我这把不是警长，你是警长吗？我也，哎呦，我是警长。啊，你是吗？嗯，我能信你吗？走，抱团啊，走啊！你自己走，你自己走，你自己走，你别碰我。Okay。大强和马老师两个走一起了，猴哥。OK， 你是真不怕呀？你们俩为啥？不是，我看你们俩为什么敢单走？你是真不怕呀？哎呀，我飘的！来，我烫到的尸体啊，旁边朱大强、刁德一，还有一个谁没看清啊？我烫到的尸体，专杀专杀专杀，旁边朱大强、刁德一手撕呢，搁那儿跟那王大谋是鹈鹕。这轮我先归一手大胡子朱大强，嚯！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是朱大强。我从那个地牢上面，地牢下面上来，哎、然后看到尸体，我就哎。然后右边有个刁德一，有个那个朱大强，然后那个是谁呀？王大谋上来之后，王大谋边说话，然后突然朱大强过来，王大谋就消失了，蹦出来个猴子，然后就拍紧了，好吧？我上来 AS 看到了左边有尸体，但左边没有人要过。刁德一发言吧，休克还是不会说话了的。休克。刁的一发言，轰轰说修可还是不会说话的，为什么？你的意思是你铁定打他，你投票了，但其实你就是那个精英了，你故意把他精英了，对吧？为什么？我给你一个合理的理由。同桌，你张不了大强的这把啊。悟空，你没看清楚谁刀的？同桌刀的，专业杀手，黑色的，你再回忆一下，是不是？回忆起来了，你直接挂票。
没回忆起来是吧？好，大强，我跟他对完身份了，我知道他的身份的。我看他在往上走的时候，王大魔碰到了，然后他就在那装是吧？跟大强对话，我当时就感觉不对。然后迎面过来一个铜珠，把大魔刀了。他为什么当时敢刀？我跟大强离得比较远，知道吧？进入到铜珠的视线内，第一就是大魔，他们没看到我，铜珠没看到我们在后面，所以直接把他刀了。刀了就出来，你悟空，你悟空自动报警，你全场身份最高。然后啊，首先第一，先铁出铜珠这个专业杀手，你轰轰。当时我好像隐约记得你就在铜珠后面不远。再回忆你刚才讲的话，包括你现在的行为，让我感觉你就是那个派对狼，对吧？当然这一点有可能考作，我不知道。我敢说的是铜珠一定是专业杀手，先把他除了。但是轰轰，我打你半个狼了啊！你刚才的那个行为，包括当时你好像是有我听到你声音了啊！全票打飞铜珠，清清爽爽过。你还清清爽爽，猴哥打的就是你朱大强和刁德一。那你要这样聊的话，你们两个就被我认为双狼了，而且你还能打到轰轰的身上。你这踩一遍，你还打轰轰，轰轰点的是裘凯，被那个他说不了一点话是吧？所以你还怀疑他是精英狼，很奇怪。那我这把肯定是出朱大强的啊，过。轰轰发言，我点票点的朱大强，为什么对话裘凯他发不了言？因为。当时我跟三三是知道我身份的，如果我被狙死，三三被大过，他没给我报身份，他直接走了的。然后当时我跟三三从地牢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人进来了，是谁？是修可爱进来了。他进来了之后，我出去门口是什么？门口是两具鸡腿。所以我为什么敢很自信的跟你说，修可爱是不会发言的？为什么？因为他害怕，他没法变啊，他变不了。我跟三三两张牌从地牢从下往上，上去就是两个鸡腿，下来就是修可爱。你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要下来？对是不对？那么这一回合，首先。报警人以及二座位的牌打的全是朱大强，我挂票肯定挂了朱大强，我都没挂邱可爱，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发言，不信你问珊珊，我直接过。是的，因为我为啥没给红红报尸体报身份，因为他拉我往那个深处走，让我去，我就有点怕了，然后他报完我有点不信，但是我和他从那个地牢出来往上走的时候，邱可爱是迎着我们两个面往下走的，然后那个地方就躺了两个，整整就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尸体，邱可爱是看着尸体往下走，他邱可爱是个定狼，我本来以为铜珠站在尸体旁边也是个狼的，但是你猴哥直接跳起来打朱大强和刁德一，那就朱大强刁德一邱可爱三狼呗，对吧？这一轮那轰轰都上票朱大强，就先不分票，先出朱大强，好吧？啊，过了。那不分票，先出朱大强，过了。都不听发言就出我，我跟刁德一是对过身份的。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路上看到了王大谋，王大谋当时是一个单走的牌，而且走位极其诡异。我们刚说哎，这王大谋补对金，然后铜珠直接走脸上，然后就开杀了。然后那个鸡，刚才铜珠说什么？他看到鸡腿了。猴哥，你再想想，这是专杀吧？应该是你踩到的。那铜珠你怎么看到的？为什么投我呢？我是好人。不不不不不。左边有两个鸡腿，他们在手。悟空，你负全责。我看到是左边的鸡腿。再回忆一下，悟空，你我看到的是左边的鸡腿。问题不大，左边确实有鸡腿啊，左边确实有鸡腿。对 对, 对，左边确实有鸡腿。右边也有鸡腿啊。但这个票型不太对劲。那就是说鹈鹕死了呗。那票型不太对劲。那就是投错了。两票弃吗？两票弃吗？嗯，肯定投错了呀，我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呀，鹈鹕死了就是大魔报身份，投刀的 ，OK， 不用报不用报，刁第一发言身份不能报啊，小凯，鹈鹕死了，三郎在场，同一郎，另外这个包包和珊珊，我不知道你们谁晕了，小凯不说话，红红可能就是那个狼，我看啊，一票两票三票，算你鸽子一票，鸽子不帮忙包赢啊，全票打飞铜珠，就看鸽子怎么说了啊，过。不知道哥在不在了，打飞谁？我可以听猴哥的归票啊，我听猴哥的归票，你是出红珠，是出修可爱，是出刁德一，但是在我这认为朱大强和刁德一两个是双狼，还有一个是他的狼队友，那就是修可爱是他狼队友，那出到两个谁都行啊，我听你们后置位的归票啊，过。轰轰发言，既然这次摇铃已经被刁德一浪费了，那么后置位你们就好好归，反正从修可爱和刁德一里面归啊，只能从这两张牌里面归。
然后再给修可爱支个招啊，这把你贴过的人是哪几个，我直接报给你，三三轰轰包包，你可以打我们三个是精英狼，你这把可以继续沉默等你的律师来过。出修可爱啊，他认狼了啊，我是给他上了一票，我怕他猜我，他是刺客狼，他猜我是加拿大鹅，他刚才说我觉得三三是加拿大鹅，我是警长，好吧，我直接跳了报身份呗，对吧，刺客狼走的他是啊，你们还能还有票，你们还可以上啊，如果你们认大强是个好人走的话，那同珠就不是好人了吧，因为当时那个我是看到同珠站在那个尸体旁边的，没有报警的，过来。那同珠刚才我看见的是朱大强，王大毛别说话就没了，被朱大强吃了。王大毛不是鹈鹕吗？不是吃的猴哥，然后谁把猴哥不是谁把王大毛抛了，然后猴哥出来报的警吗？猴哥报警说朱大强丢了一手尸体，然后王大毛是鹈鹕，先出朱大强。上把的发言不是这样吗？对不对？那同珠发言也有问题啊。所以说丢的一，如果要说你们认就是两边打制衡的话，那同珠这张牌是不是可以出了呀，对吧，因为同珠的发言他说是朱大强吃的人，没搞懂啊。我听一下猴哥发言吧，确实猴哥是被吃进去的一张牌，然后他也上来就点彩了，然后修可爱被谨言了，他也没说话，然后这把直接就是说三三被拘死了，然后三三说是骗了他一手，对吧，说以为自己是加拿大鹅，听猴哥鬼票过了。可以啊，那我们现在就只能认小可爱是引弹自尽，对不对，如果他没引弹自尽，上轮朱大强要投错了，那我们直接记，对不对，那就是他们三狼在场啊，那在我看来啊，那三三跟轰轰那就是好人，对吧，他俩虽然我没听到小可爱发言，但是啊，我觉得他应该是一匹狼走，所以这轮我们打一手制衡。因为当时我被抛出来的时候，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胡子，其次看到的应该是一个厨师帽在右边，左边应该还有一个，我没太看清是谁，说句实话我确实是没太看清。那既然你说轰轰跟三三你俩走一起，对吧，秀才我没看见，包包发言不错，那我们可以投同珠，对不对，别乱说呀，我从来没说过朱大强吃人，我跟踪者，我先说好哈，我上来就跟踪的茄哥，那个箭头是一直亮着的，结果箭头灭了，所以我从下面走上来的时候，猴哥你回忆嘛，左边有两个尸体，所以我上来我就哎，然后右边王大谋和朱大强站在一块，王大谋消失了，蹦出个猴子，我说看到的尸体是左边的两个尸体，不是说我看到王大谋的尸体，猴哥都出来说专杀了，我再说我看见王大谋尸体，我不自爆吗，是不是，我说了呀，猴哥你肯定听见我哎了一下，左边就是有两个鸡腿，离那么近我还以为是警长双刀了还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又看到王大谋消失了，然后猴哥蹦出来了，头雕的一耶、不对，跟踪者跟踪的人没了，那个箭头就消失了，但是你能看到最后一秒他那个箭头指的方向，所以我上来看到两个尸体在那儿，然后右边是朱大强雕的一，再是王大谋在最前面，不对不对，懂了吧，朱大强是狼走的，头雕的一有尸体，为什么王大谋在右边你来报的，怪不得第一轮发不了音，清清爽爽，余额余额，包包应该淤了，包包淤了，三三刺客，包包应该走错了，修可爱是怎么走的吗，哎呀你这个明显是刺客狼，三三修可爱和雕装不了，装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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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兵员，我是兵员，他不是跟踪者，炸墙才是跟踪者，他那咋办呢，身份我还用报身份呢，毛老师我还用报身份啊，报报，但是现在怎么办，我们赶快走赶快走，看看有没有警长、行哎呀你自己回忆是不是猴哥、是雕的一、是雕的一了、那尖雕的一这个样子那就是雕的一了、雕的一咋非他的厨师吗，咋非他的厨师吗，追他，他好快的移速怎么办，没有办法怎么办，杀没有办法，先打你让开，我追他，我追他，我追他，红红 OK OK 死路 OK 谁关灯了，干嘛呢，哎人呢，坏了坏了坏了，完了没人了没人了，
哦，坏了，这个灯关了。哦，没死，那就剩刁德一一个了。好，好，我在这儿。啊，就剩刁德一一个了。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哎，等等，快死了，让死！啊 ，OK，OK，OK， 哦吼，笑死人了！耶！警长是珊珊，珊珊到了谁了？对呀，他是警长。OK， 怎么还能踩我和空空呀，马老师？哦，刚怎么？马老师，那你跑啥呀？同桌灭杀，别跑啊！我肯定同桌灭杀呀！在肚子里没看清，我都已经打到三轮了，打不掉，你们还在跑，我怎么能？我肯定先把同桌打了呀！这不用管的。在肚子里看不到的。对，不是你别跑啊！哒哒哒，笑死！他还在打我和空。